各位小伙伴，欢迎收看小飞象的游戏实况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来玩这个 Roblox 的神秘塔。哎，这是好像是一个合作闯关类的游戏，玩的人也是非常非常多。这什么地方？哎，这是什么地方 ？Yes。哦，可以买东西吗？皮肤、表情、短袖、服装。哇，那么我们先离开。准备先往外面看看，哎，这好像是一个个商店，金子，哦，我看到了，这个就是神秘塔吧？还有组队进入的嘞，哇、哦，六个人组队啊，有没有人和我组队啊？我们进去吧，冰冰冰冰冰，哇、哦，人好多人好多，大家好像都是新手，我有50个经验值，五个人六个人准备，哇、哦，这么快进入 HD， 哎，不应该给我出来红色这玩意儿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出来红色这个东西，我又要断线，准备进入地图了。哇，好的，现在正式进入地图。哇，什么情况？好，哎，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把剑和一个斧子啊，一个火把。喂，那我手里怎么没有呢？我是没有显示出来吗？按 Shift 可以往后跳一下。什么情况呢？哦，有了，有了，出来了。OK， 那么往前走。哦，全部进入地图了。现在有四个人，我们四个人组队的嘛。OK， 那么是在等这个读这个条是吧？这个条读完。冰，呜呼，这个门就开了。这个神秘塔好像是个打怪，是打副本的。哎 ，go go go，let's go， 哎 ，hello， 哇，我们真的有这么多个人？你是在等后面的小伙伴吗？你们在这里走？哇，他妈的火把还有别的颜色的，为什么不往前走呢？为什么不往前走呢？走了走了走了，哎哎哎，叮叮叮叮叮，打怪升级了。我这个洞里出来个怪兽，哦，在这里两级的，咔咔咔咔咔咔哒哒哒啦，啊呀呀呀呀呀，打了应该之后会有经验什么的，哇、哦，加了经验果然50变成了65，我们还 HP， 但是怎么只有四个人了 ？Go go go， 冲啊！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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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来带头。哎，又来一个爆，又来一个，又来一个，都在墙里面出来。哎，人呢？哇哇哇，这个是四级的居然！你说你是蜘蛛侠吗？这个是原始部落村民吗？这个是？吼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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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吼！砍砍砍砍砍砍砍！哇，这个是四级的还会回血？什么情况？四级的还会回血？围殴他，怼他！好的，我们每个人的武器不一样，后面应该是可以升级武器的，肯定是这样。哇，走了走了走了。下面有这么多只怪吗？哇，还有小狗狗，这是什么光？小狗狗吗？这个是砍我砍我砍，来怼怼怼怼怼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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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好好好好好好。哎，我们怎么感觉少一个人？我们只有三个人。吼吼吼吼，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好，干掉一个，哇，还会爆出光线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先把这只猪砍了。好，还有最后一个敌人。受死吧！叮叮叮，嘿，走喽！哎，往上跑，嘿，哇，这个好哇，好陡啊！这个山，呀嗨，来喽！哦呦，别掉下去！他们别掉下去啊！我等等你们，哎 ，come on， 哇，哇哦！这好陡哎，看起来他们感觉会掉下去的样子。这个是不会掉下去的，接着往前跑。哇，嘿，嗨，哇，可以连续跳吗？可以跳两下吗？他们三个人都过来了，一个人应该是掉下去了。我就说这还要需要点跑。哇哦，怎么卡了一下？哎，这个也掉下去了，这个也掉下去了。还需要点跑酷能力的嘞。OK， 我们往这边开门啊 ，Let's go， 跟着我走。哇，这个什么情况？开门了吧？应该要？难道没开门吗？哎，什么情况？哦，来了，还有个宝箱。哇，砍他！哎，拿到瓶药，可以捡起来这个药。我有一瓶药，两瓶药，这是回血剂是吧？他们怎么都不上来了？这个还在跑。好，我们往前走，看会有什么东西。只有哦，又出来个东西，怼他！我砍！哒哒哒，2-2，来！怕你不成！回！我砍！
后跳，哎，还有后跳，哇，一直在砍我，我一直在伤血，喂喂喂喂喂，就三个人，那个人干脆掉线了，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打副本，哎哎，之后会不会有什么 boss 呢 ？OK， 那个人上来了没有啊？啊，他在跑，我们往前走，接着往前走，那个人在跑，哎，来来来来来来，会不会还有什么东西出来呢？感觉又要被挖个洞了呀，这个地方，那个蜘蛛蛇又要出来了，这边砰，然后出来，是不是出来个东西啊？好，那个人过来了，哇，六级的，哦，往后跑点，我有六级的剑客，怼他，别怕，怼他，别打我，六级的剑客，哎，血好像很，哇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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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回，果然要组队啊！一个人打绝对打不过，嘣！哇，居然是个六级的剑客，直接从旁边过去啊！怎么了？走啊 ，go！ 这个叫神秘塔的一个测试版，这还是个测，哇！出了两个人，这两个是一级的，一个一级，一个二级，怼他！呵，一个一级二级的，不怕你们，我砍，当，爆，有经验值，哇，我们现在都是零级的，要五百个打一只怪只有十个经验值，要打大概50只怪左右可以升到一级，左下角有我们的经验值，我们快没有血了怎么办？可以喝一口血吗？哦，我按了一个一，然后回了一点，有什么技能吗？我们？哎，好像没有技能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回，我们就28滴血了。又来一只怪，哦，你们先扛吧，这波。哇，两只怪，可以，怼他，别打我，哇哈哈哈哈。我砍，哎，格挡，哇，这血条加差不多，哇，大家轮着扛，不然扛不住。有一个人要格挡，然后其他人去打。哇，这游戏还是一个考验默契游戏，是往这里走是吧 ？Go， 哎，那个人呢？怎么只有两个人？哎，那个人怎么回事？那个人掉了吗？又来只怪，我来格挡，你们打，哎，你倒是打呀，我来格挡，你打，好，跟你拼了，好，喝口药，只有12滴血了，我只有7滴血了，怎么回事啊？快跑，这还有减速效果的了，我直接往里家跑，哇，什么情况？哇，我把下面的怪也给解锁了。糟糕！我砍！耶！只有7滴血了，跟你拼了！我砍！只有2滴血了，怎么办？啊！哎，好可惜啊！只有2滴血了，只有我们队友只有一个人了。这个副本，我感觉6个人才能打得过啊！哇，这样子我们就回到了这个大厅上。我们来看这大厅上有什么东西啊？这个人是干嘛的？好像每个人都有点用啊。I'd like to buy， 他买什么东西啊？金子吗？哦，金子，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金子大概可以升级什么装备之类的。那么你是干什么的？所有人都围着你，你是干什么的？我们来看一下，你是来卖什么？哇哦，你是卖宝箱的吗？那么这个人是卖一些啊？有没有卖武器的？小飞象在找。这个人呢？这个人卖什么东西的？嘿，看一下。嗯？哎，怎么不跟我说话？哦，看到了这个符号，铁匠铺。铁匠铺，来看一下，1500钻，你在逗我吗？拿钻买的吗？这个里面呢，哎，好多人围着他，
这是买药的是吧？哇，这个游戏设置的不错啊，这可以买药。OK，原来是这样。有没有买什么装备的？你是买什么的？你是卖书的吗，大爷？颜色，哎，没有了吗？他没有进去吧？副本，你是来这边有一个钻石，是卖什么的？应该是还有卖那个的，但是我们没有找到。走吧，他们好像都有衣服。哎，我要这个人，这个人进来看起来比较厉害的样子。哎，嘿嘿嘿，还差一个人。哎，怎么没人进来了？怎么没人进来了？OK，哦，又来了，一个六人副本，我们又开始了。希望这次能够打得好一些。OK，那么游戏开始了，这个什么东西？这个能打开来的吗？Let's go，噔噔噔噔噔噔。这把人好像多了一点，而且他们好像有一点经验的样子，直接打开了这个门吗？不是，你们开这个门啊，你们不开怎么打？只有四个人进来了，不是六个人吗？又有两个人掉线了吗？难道？Go，会有几只怪从这个洞里蹦出来？这次从这里都蹦出来了，我喊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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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嘿，呀，只有四个人，哼。打到后面还是只有四个人。小飞象是不怕你们的，哇，这么快就来只四级怪。这四级怪总会带只狗狗，哦，这次好像我们的攻击有增强哎，感觉我们这次挥的很快，打敌人，直接往这里走吧。他蹦出来了，那我们往上走吧，不用管他们。哎，他们居然都会打。哎呦，哇哦，别推我，别推我，你们先跳。哎，这两个人不要掉下去啊！嘿，来了，我来了。哎呦喂，Come on，Let's go。这次我感觉能比刚刚打的更加后面一点。嘿。我跳！好的，大家都过来了。哎，大家都过来了，漂亮！把这门打开来。哎，打开了这个门。好的，这里会有个宝箱，这里有个宝箱，你们都不要吗？这里不是应该会掉一个宝箱吗？哎，已经被打开了是吧？哦，不，哇，这次好像四个人，一个人都没有掉线。漂亮！出来吧，怪兽们！嘣！不要理他们，我们往前走。不要理他们，我们往前走。他们在后面打吗？我来砍砍砍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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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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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嘿，走喽！走喽！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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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又有一只怪出来了，嘿！我走，哒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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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当当当当当，OK，接着往前走，哼，来吧，看还有什么怪啊？这次肯定能比刚刚那把打得更远，出来吧，嘣！哎呦，这么多两只是吧？左右两只分别来。嘿，还有只小狗狗，哟，拜拜，嘿，往这里走，好，我们刚刚就打到这里，打不过了是吧？你看，四个人打果然方便很多啊！我走了，好，我去把下面的给解锁了，这把打完我感觉我能升级，来，全部上来，全部上来。来，上来！哦，这什么级啊？五级的，八级的！哦，咬了我一口25滴血，这么痛啊！
哇，咬了我一口25滴血的，好痛啊！狗已经出来8级的怪了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哎，这里来了，有2声，4级的怪还好，哇，4级的怪还好，我砍我砍，当当当当当当当，格挡，再见。哇，这群小伙伴好给力！这什么情况？哇，哎，哇，哎，好，OK，哎，有一个人掉线了，还有一个人死亡了。哇，上面出来2只狗，又是只有3个人。哦，他复活了，好像，他好像复活了。哇，6级的，我来格挡，我来帮你格挡他。6级的，哦，先砍6级的了，砍死！哇，这小伙伴就1丝血了。现在好像血是我最多，所以我就去扛了，应该是快到 boss 了吧？嗯，什么情况？嗯，还有电梯的吗？这个把门一关，哦哦，哎，这里门开了，哎，有一个宝箱，有人捡了这个，哇，what？哎，我捡了这个锤子，我们换武器了，我换成了这个锤子，2个锤子2个剑是吧？Let's go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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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、哦，换上了这个锤子，这里没有怪吗？难道这个楼梯上没有怪吗？到头了，到头还有宝箱。嗯，按 Q 打开它。可是我们这个并没有什么东西啊。走了走了走了，走了走了走了，进来吧。哇，有点意思啊，这个。左边走还是右边走？肯定是先往左边走。哇，他把我们回满血了，他帮我们把血给回满了。哎，太酷了吧，这个。太酷了吧！我有锤子，锤子敲死你们！前面还有个12级的，当心点，兄弟，当心点！12级的这可是先打个12级的，哇哦，12级的 BOSS，他在打我，格挡格挡，他在格挡格挡，哇，好痛！哦，3刀砍死我！喂，过分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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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12级的怎么回事？这个12级的打不死了还？哇，啊！哇！哎，居然把我们这也砍死了！哇，12级的怪好厉害啊！我们把我们打团灭了，这个12级的怪。12级的怪瞬间把我们打成团灭。那么好的，本期的游戏视频呢就到这里告一段了。各位小伙伴，如果喜欢小飞象的视频，不要忘了订阅哦。就让我们明天再见啦，拜拜。